基于防疫优先，保护第一线工作的防疫旅馆人员健康，观旅局依照交通部观光局的来文要求，作为窗口告知业者，将第一线接触居隔以及居检者的人员名单提报，转请业者依据交通部观光局所提供的公版表格，里头包括了身份证字号、出生年月日，还有联络电话等相关个资，汇整提报给交通部观光局审核。经查，淡水有一家已经遭到解除防疫旅馆资格的业者，在还具有防疫旅馆资格时提报名册，却疑似名不符实，涉及了伪造文书，企图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，业者的行径恶劣至极，管理局深感痛心遗憾，已经在6月19号检具了相关的市政，全案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。